主席大家好，有请我们经建会主委。请林主委。是，田委你好。主委，我先跟你讨论一个问题。最近这个环评这个妨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听说行政院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那身为经建会主委我知道这个主委之前也是经济部部长我想有个观念想跟这个主委讨论因为环评会议我去参加过很多场国光石化那一次我几乎是无论大小场我都到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环评会拖那么久的时间是因为那个环评报告书写得非常的不完整，有的是隐匿这个事实，所以被我们环保署所聘请的这些学者专家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要求这个开发单位所聘请的顾问公司要补充各种的资料我相信国光石化可能我们主委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我们内政部长李鸿源部长还没有担任部长，那时候还是学者的时候，他有在反国光石化上面联署，记者去请教他为什么联署，他讲了一句话，说他不是反对国光石化，他是反对在一个严重地层下陷的地区设一个高耗水的一个园区。所以就说你一开始连地点都有问题就像我们这个徐新盈委员他们的这个故乡遇到那个萧里溪的事件痛苦不堪，你在一个核酸的上游一个甲种水体甲级水体是可以拿来喝的水体，上游你给它放这种一些工厂，然后这些光电业的这个废水不断的排进去，然后这些中下游人就喝了十几年这些有毒的废水，那这个怎么可能人民不抗议呢？那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环评之后呢，我们的政府单位所做的承诺或是开发单位所做的承诺常常就没有人再过问了，所以我们的人民只好怎么样，环评的时候我就拼了老命去阻挡你，那不论这个开发单位怎么样掏心掏肺的做保证，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吓坏了。你想看徐新盈委员跟着我们邱靖存县长到立法院来开公听会，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也不住在当地，我都陪着他们，卫环委员会也做了决议也没有用。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北欧，我们看人家的经济怎么样比我们好，人家的环境怎么样也比我们好所以就表示说北欧呢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家是兼顾环保的，我们所求无他，我们只求说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是牺牲环境，不是牺牲弱势人民的健康。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如何？这个基本上环境跟经济发展其实是可以相容的我觉得这个两方面都是老百姓人民所需要的。那至于北欧跟我们台湾其实天然的禀赋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必须要发展出各自不同各自有特色的环境，但是环境跟经济兼顾这个原则应该是一样吧？这个是要兼顾啦，这个是要兼顾，对，是因为要永续嘛，我们的生命有限，但是下一世代是绵延不断的，这个是永续的。谢谢诸位。所以环评是保障我们的这个发展是有永续，至少这个风险要事先评估嘛，对不对？所以是绝对环评绝对不可能是经济的这个绊脚石嘛。所以我想这个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参加行政院院会所以请诸位下次行政院会如果有人在讲这个话，请主委你身为经建会身为我们未来的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国家永续发展把关者，拜托你告诉他们一下这个不要再说环评是经济的绊脚石，因为我们环评的报告书常常是惨不忍睹。如果环评报告书非常确实，主委我跟你讲，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张国荣当卫生署长，我们请来文鲁宾这些非常这个这个对环保上非常坚持的环评委，
但是有一个燃煤火力发电厂，他们竟然让他通过环评，我吓一跳，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说委员，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看过环评报告书写得这么好的，既然环评报告书写那么好，我相信那个开发业者的诚意，这不就结了吗？你环评报告书好好的写，不要作假。像国光石化最后连萧代基院长都到环保署的环评会议上，跟着那些老农民一样登记三分钟发言，然后以他的经济专业在那边发言说，事实上国光石化在国家的经济上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有利，那么的永续。所以主委抱歉了哈，这个跟田委报告，因为实际上我不谈个案啊，个案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在那个地方啊，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整个的环评制度怎么样子让它能够透明化，能够有效率啊，然后能够而且要独立不受影响，不是出钱的是老大，我工业局国光石化是工业局跟国光石化公司并列开发单位耶。对，所以这个然后呢制度的层面、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国光石化公司跟工业局出了钱委托顾问公司做环评，那那个环评报告就是必须符合开发单位的要求嘛。接着哈，我们谈那个东部发展条例哈，花东地区发展条例，在这个东部地区发展条例的总说明里面哈，讲得非常清楚哈，就是要真正达成东部地区永续发展的目标了哈。但是现在民间团体跟我投诉哈，就说我们这个基金还没有动啊，还没有启动哈，争议就一堆了。太鲁阁国际剧场了啊，丰滨山海剧场了啊，凤林赛车场哈，瑞穗温泉特定区哈。这些都像那个美丽湾一样哈，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案了哈。特别是赛车场是什么？赛车场是低碳的还是高碳？在凤林设赛车场，这个符合我们花东地区发展这个条例，这个总说明里面要做永续发展的目标吗？主委，这个案子基本上不是我们自己提的啊，是花莲提出来的一个案子，对，提出来然后我们来审啊，现在交到我们来审议，这个部分我们请相关单位啊，请他们表示意见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进度啦，先跟您报告。对，我们会很慎重的，所以我在这边利用我的执行时间想请你发表你的看法。我们因为目前我还没看到它的内容哈、我只知道那个名称，但是呢还没看到内容，所以我会好，主委，对不起，因为我的时间只剩四秒钟，我刚刚在卫防委员会执行紧急医疗救护法，是我们台湾没有医疗用的紧急直升机，拿赛车场的钱来买花东地区的紧急医疗直升机，对人民的健康生命是不是比较有保障？为什么我们花莲大台东的这县政府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我们会慎重来处理这个案子，好不好？跟没有人命，你在那边赛什么车？你在那边什么山海什么剧场，什么国际剧场，这不是荒谬至极吗？是，这我们会慎重，好不好？这慎重来处理。好，谢谢。谢谢田委员。